傅，接下来一个问题是，请问师傅，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，越是叫自己不要去想的事情，越是会去想，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就是这种念头？很简单，控制不住就是想的太多，平时就不去想它，你就能控制住，平时一会儿想一会儿想，到时候叫连锁反应，听得懂了不啦？哦，听得懂。比方说你现在想一个明星，一个男的明星，你一会儿想到他的歌，一会儿想到他的歌，你很快就会想起他来，你把他的歌什么都忘记，你还会想起他不啦？嗯，他这种意念会自己跑出来。跑出来就是因为平时啊，听不懂啊，平时太多了才会跑出来，平时不去想他怎么会跑出来啊？你在仓库里没有储存，你怎么会仓库里有啊？跑出来就是因为你仓库里有啊。那是不是也跟这方面的业障有关系呢？都有。哦，好的，行。